我现在北京环球度假区，身后就是侏罗纪公园，已经带大家参观了所有的项目了。这个时候下午的5点钟，大型演出即将开始啊，特别热闹。大家快看，这是好莱坞影院，变形金刚、霸天虎飞车在这个方向。这上面有一个平台，我现在上来了，所有的游客都聚集在了这个演出区了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花坛，道路被围起来了，一会儿大型演出就从这里一直走到变形金刚区。环球大巡演的车已经来到了花坛前了，这还真是大场面呀，第一次见。旗子都是功夫熊猫的，最前面是中国风的灯，灯上有小黄人，这是中西结合的，最后面还有龙舟呢。哇，这个演出也太盛大了吧！绿野仙踪，还有企鹅，车上是旋转木马，粉色的，小黄人特别可爱啊！这应该是小黄人家族吧？大家看一下啊。太亲切了，哇，这还带摩天轮的。史努比坐在椅子上，这是他的城堡车。我现在走近点，近距离看一看。哇，恐龙！哇，这个设备好玩啊！这是紫色的大象，
仙鹤呢。这个车最大了。功夫熊猫。这是最后一辆车。巡演结束了，巡演到这里结束。大家觉得演出还是不错的吧？接下来去参观下一个项目。